哎呀吼，啊来迄种诶，迄煎鱼咧无共，即白肉即整个啊土土咧，啊讲啊侪无效啦，两百。一位两。两百。嗯，哦，叫不叫？来来来，来哦。然后来两百块，最好吃啊，白肉诶。从来无人要食啦。我靠！你比这算咩话？我已经等足久，等无。等足久个啊！这种是红肉，这种是红肉，这白肉，这透早来，你来行个，你问下，来，我问，好早。来，我无要坐啦吼，来，我最后搁少坐啦，搁两百块好无？然后一声，第二声换啦，啊，我行伊来，伊讲要香鱼来，哦，咱讲个平头来啦吼，这香鱼要吃个三百。吃三百，啊！要吃香鱼粿无？来，香鱼三百，来香鱼粿来，香鱼粿三百无？这种保证鲜捞的香鱼啊，来三百块无？香鱼免介绍，香鱼就等你看要煎的香了，我讲。一款香鱼搁三百，敢有人来？香鱼现捞的哦，保证鲜捞的三百，有无？来好来，一个讲鲜草茶有人换，来先你问鲜草茶，等我三十秒好无？我问一下老大，一副刀哦。阿良啊，终于来甲咱斗阵啦。这蚵仔我招一个人客，我问一下，你知我咧开条，我上班甲人啰里啰嗦啊，大家看时间，卖讲一包外卖，即卖一包卖一百蚵仔，这一包若八十秒买无啦，我招一个人客哦，两包百五，一百对。要食蚵仔。无人要听，好，来先客收来。我要录音，你今天让我听一下。我搁甲你问一摆，这两包水果偌多啊？一包够人来？说实来，伊讲要鱼脯啊，搁两先炒茶。这边来。阿亮，两包。袂够紧嘞，阿姐啊，来，一包五十包，是几多块？好来，最后搁七块，这两包蚵仔客咧，我甲你讲笑啊。你买蚵仔上少，我等二十分钟后，你免冻啊，你等人家归档嘞。哎呀，半粒纸，半粒纸，半粒好啊！搁100块，你到底面粉做袂吼？即你家去破，即蚵仔即阵啊，即刚才你刚才今年蚵仔大减袂，足水的，来最后一届来100，有人来无？谢谢来，即鱼脯来，个人话先炒地啦吼，我鱼脯提济啦，来400-300，即鱼脯水的，即会用叫的哦。咱讲实的，你注意看，来一百对啦。来炸鱼脯，要炒高贵，煮排骨汤啦。早安，早安。这鱼脯足水的，现在看有无？这真正无同的啊！大家目睭闭落去看好啦，100块。我咧烧开，我烧开啦。我紧卖满，有够，足大箱的。你来。你做白的，我叫你做白的。我100块。我先炒地啦吼。啊鱼皮哦，哎呦，啊鱼皮拢摕出来，煞把鱼皮，全部。好啊。我一包哦，一半鱼包啊，我一遍，一声，第二声换。啊，拜托坐好哦，你谈。啊，先炒地啦，几只块啊？做先炒地，我换一包。好，先炒地啦吼，做先炒地，做好你要套一个人客吼，见面来吼，啊袂白谈，啊袂白好，直接交伊啊。伊就变起啊！来，这款叫做新的关西的仙草茶，这做好你妹哦，这卖啥天会甜啊？四款100块，买两等下哦，买两百我送一罐哦，买罐到罐含200送一罐，这种固定的，咱一段时间做大段时间去啊，一包哦，仙草茶，买200一包，小姐，来，唔捌恁陪恁看卖，做好你妹啊，这会甜啊，就出个甜尔，仙草，搁一包哦，仙草茶搁一包哦，一箱。一箱，无人来，来，杨平你来，来，拄只一个咧讲啥，三百块，一回，一束啦尔哦，卖完就无啊，200块，要几包？大哥，要三包来。啊，卖拢无啊，只啊。这一回，你看过年还上叫鱼子啊？这一回够人来无？我两包。来两包200块，这一回够人来无？这两包一回够200块，三百一回完全无事的，输得。烧水烫一下就好食，200块，一包一斤重哦，你买三组，够无？这荔枝哦，无啊，还袂无啊，啊，不能无啊。荔枝哦，安尼尔。对。无啊，无就好啊，无就收。你敢要食荔枝？
好，现在一样叫做里脊啦，师傅里脊咯，这吼规包啊，同款无事啦，这嘛是同款啦，这一尾沙包乌两条起来尔。这贵了，200块，啊这，听到我讲好无？我来200块好无？有人来无？一声，来。好啦，有一个咧讲鲑鱼哦，有一两个人咧讲鲑鱼啦，我先提醒哦，一项换虾啦吼，有人咧点菜，咱加减卖，咱利益尽量卖较强下，卖拖沙。这无钱赚啦吼，咱无钱啦。400-300，要食鲑鱼的无？这即摆一斤鲑鱼啊，起价已经300块啊，进两地三地啊，外口放开四地啦，500块啦，我少坐啦，这地搁落去啦。讲实正，不是讲笑话啦，才500。要食鲑鱼有人来无？500。食鲑鱼搁有人来无？500块，500块，一声，第二声。这五块鲑鱼500块，这个安那？你感觉？我200呢，我这200。这波头我200呢，那歹势的，真正这波头我200。这波头我200，那歹势，这是切的，足水的，你看好这。哎，那是切的啦，500。你啊，吼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这是切的吼，真正是切。小人无牌我看到一个。这今仔日拢会烤的吼，这盘较大只，逐个目睭看侪啦吼。啊咧跳。啊咧跳。啊咧跳。啊伊五块啊，搁咧跳。啊咧跳。这盘较细只。这大只遐一斤若像这种片价，一斤若像这种较大只，你看这有大无？这现捞的伊有大细只，啊但是这盘比这盘较大。哦，来300倒，来这切外口来300-400，来现捞的我保证的，来300，来300，来300，来现捞白虾300块，这水的白虾啊，捞的无用当过啊，来300，来，不让捞吧？哦，一回都才卖过尔呢，一回两块200块。来呀，个300，一大只啊，保证会捞来哦。个300，够水的，够啦。个300，会捞的白个无？来个300，来300，一声，第二声，来，我搁甲你问一下好无？了一半，这透天这嘛会捞的，这后过会开始，反正过就过去啊。我少坐啦，坐啦，这到底正会捞，要买哪样？啥物物买哪样？这样要200块，无。阿姐，200。来，这台到底吼，甲你保证会捞的，这无冷冻过，你当用汤的用菜，鲜度够水的水啦。这斤到底外口要到200块银啦，我即摆买的这台到底啊，两斤重啦，300你也要我吞落来，我少坐人客啦，开300，有无？我少坐啦，会捞的，有无？卖300，一股多哦，二幺五卖哦，200。会捞的靠你哇，甲你保证正会捞的。你今仔日又加买过来，怎会足鲜足鲜足好食？啊，这等我一下。我咧剩几只，来米露两三分重啦，才大半200块，要食透钓够无？这里有，慢，够水的，200块，哦，多剩几只，免算啦，浪费时间，大大乎你啦。才大半钓，来200块，来要食透钓够无？400-300。200块这鱼仔要共买七只吼，60啦，这两只爱100块，100块啦，卖讲开300-400，200无？我少坐啦，正现捞的，唔免200，100就好。这人笨。真俗啊，做生意就困扰嘞，只花200块，你看这有几好水无？
只按只抓条对，我搁最后问一届，算到三无人买，我只想甲房走，我搁发一个，我招一个人去哦。恁这鱼仔，你相信我，这鱼仔，手机啊，甲查看卖，这鱼仔有够大，有够水的，我最后招一个人去哦，搁加一尾互你来，我招一句都啊无房走，一百块招一个举手，来。我搁加一尾予你哦。哦，我是来做啥物啊？我借我过来，借我来买怎啊怎放好啊？你若要我吞落，进两条，真正外口你卖来百几块来，愈在卖四条啊！我讲搁加一尾哦，来一百块。来，我问一下，来保证平头的，哦，借足新鲜，干煎煮后，这一百块是咧卖上的哦，一百块。哎不，比较好吃啊，新鲜搁俗，来搁一百块，新鲜啊，煮虾鱼啊，大只红尾啊。这大尾着肥肥肥，一百块，买一百好无？买多买，买一百块，有人来无？一声，一声，来。袂晓上我那阿多，你阿讲的袂晓上我那阿多。讲起来无？真啦，你若无人要搞你，我就无在做我啊，叫我过啊。啊？你有一脚，我看到啦。你阿无他讲啊？也无太过怕，今仔阿良啊，迄白白迄啊，迄飞机棒给我啊，飞机棒，来搁一百块无？这只安敢看无？来最后一声哦，阿鹏走了，收啊，一百无？来，啥事？这不是讲笑的，这真是要到要二十，来一百块，四百三百来。哇，好啦，拼落去啦，来，开始，阿哥快落去啊，你看我走，这样。好啦，无只想讲，你只都。哎呀，爱切人，无去想顾地。